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二月二十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经过专家会议的讨论，国内民众全部也是支持第三档的疫苗，就爱等五个月，而且开放的所有品牌都会当去做。民进党即马拍算要推动修法，和新的县市合作会。另外，风声讲，彰化县市甲云林家己有机会会来合作会。高铁宜兰站的地点已经选出来了，对明年开始进行三档的规划，按算2025年会开始动工。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增加11个带病入境。另外，中研院实验室内部调查也已经出来啊，拜四开会审查定出名单。另外，满18岁民众也会当去注第三针的疫苗，同款是爱等5个月，疫苗品牌通好自由来选择。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没有本土的病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好，那境外这一入的哈有11例，那至于在本土病例哈，有一名哈是疑似，好，那我们现在还在判定中，中研院哈的一个初步的调查报告，昨天晚上哈10点多哈已经把报告送过来哈，在我们这边指挥中心在礼拜四哈会开会进行审视及讨论，好，那至于采取的内容哈，我们得等。这2周内外部专家讨论之后才来公布，内部的调查报告有3项感染铺路的危险追加剂的接种的建议，对象是满18岁以上民众，均建议应接种追加剂。CIP 委员的建议还是以5个月间隔第二剂5个月，所以在莫德纳、BNT 或者是高端都可以，那就莫德纳是要打半剂量，BNT 跟高端是全剂量。讲到 Omicron 变种病毒，当日全世界均价，真侪国家拢开始甲民众注第三针的疫苗，来提升因的保护力。咱国内有专家建议讲，这个风险族群应该要缩短注第三针的时间。不过，伫咧昨昏专家会议有讨论讲，认为这国内疫情是真稳定，也是要等5个月再来注第三针。另外，也开放民众会当注无同款品牌疫苗，这其中也包含着咱国产的高端疫苗。一名60多岁富人郎，12月初为新加坡回来，入境甲检疫期满前采检拢是阴性。不过出关迄一天搬运行李，无顺利崴着脚去病院急诊采检，却意外阳性确诊，是1688例。对此家属不满，认为检疫时间应该延长，还是加强采检。有专家认为，个案 CT 值32.7，而且血清抗体阳性。代表境外已经感染，感染后期处在阴阴阳阳的阶段，所以隔离结束也是要细里对待。我们的筛检在这14天里面没有筛到他的感染，是被感染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对这件事情是可以要再去检讨一下的。此外，因应奥密克戎新型变异株疫情，各国拢开始加紧脚步注第三剂疫苗。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委员会预防注射组，阁叫做 ACIP， 礼拜日举行专家会议，会中建议台湾第三剂疫苗注射时间有望维持5个月，阁开放注射蛋白疫苗，包括国产高端疫苗。不管是从台大、是从长庚、是从布桃那边做出来的研究，看起来 A G 加 A G 组合的抗体效价都是相对低的，而且现在国内的疫苗供应也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所以原则上 ACIP 是通过说可以用各种组合的方式去施打。吴友雄表示，国内疫情相对稳定，一般民众暂时无所对注疫苗时停的必要性。另外，第三剂疫苗的抢牌，专家是建议已经注2剂 A D， 第三剂以 mRNA 疫苗，也是。两倍促蛋白疫苗为主，国产高端疫苗在国内注射蛋白使用结果，抗体效果拢袂歹，也安尼也列伫第三季的名单中。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先来关心这礼拜的天气，对今仔日到拜三受到雷雨、风台刮为水气影响，全台湾是10度冷。到拜三时啊，这水气会较减少刮，温度也会变较小咯。不过讲到这好天气是好不几工，对拜六开始冷空气又过入南，北部加东北部地区有机会达到11度。
虽然日头那秋，不过伫个街仔路顶悬，还是感觉凉凉啊凉凉。北部的民众要出门，还是爱摊较少咧。中度风台雷雨，目前煞咧向北北东边咧行，受到外围水气的影响，从20开始，规台湾拢会有雨，特别是伫个20的暗暝到这个21，落雨上界明显。估计这个雷雨风台越近台湾的时阵，已经会减弱，就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也是讲散去。不过它的南方的这些水汽呢，将会顺着大气的这些风场被带上来，所以我们在周一到周三要留意这些南方云系对我们这边的降雨造成的影响。这礼拜的天气方面。拜一到拜三，全台湾拢是安尼冷冷湿湿，雨势为拜三以后开始为南平向北平豆豆啊减弱。拜四、拜五的水气会减少，不是搁伫北部、东半部，还佮中南部山区，还是有这个局部性的短暂雨，气温嘛小可回升一寡。不过到拜六圣诞节的时阵，估计有一波正强瓦近大陆冷气团，甚至是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冲击这个冷空气而来。北部佮东北部的气温是愈来愈冷。到暗时啊，会落低到11度。看起来的话，它是比较接近在大陆冷气团到强烈大陆冷气团之间。那我们预计呢，周日的气温明显下降，各地的低温呢，大致上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可能就是下探到11到13度左右，其他各地约14、15度。伫个拜六冷空气落南的时阵，伊个头前有夹带一挂水汽。伫个这个温度转冷佮水汽的配合之下，规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会落雪。假使讲北台湾的温度若是讲安尼刷咧落降，无排除讲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会落雪。气象局表示讲，目前看起来是大陆冷气团的侵袭，不过这算是后期的系统。伫预报上还佫有真歹准则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开始筹备2022年县市首长的大选。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郭建铭要提案修正地方制度法，望讲伫咧明年中的时阵会当完成修法，赶紧伫咧明年中公告爱选举的选区，甚至县市有机会是甲做伙。不过民进党内就有人无同款的意见，何况是在野党咧。四大公道案，民进党全部过关，率来要准备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新竹县市合并升级问题又搁引发讨论。按照即马地方制度法的规定，要正做直辖市，人口要有125万人以上，而且伫政治、经济等区域发展要有特殊的需求。要拿新竹县市总人口干那100多万，因安尼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总召郭建铭提案修法。唔，那为大新竹合并开一条路，而且有可能升格，佮包含彰化县市，也佮有云林含嘉义县市。那阵安尼，台湾敢会对6都变作9都？以现在目前结构，从公投结果来看，这结构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极大挑战。好，那绝对没有因人设事的问题。我认为，全国的行政计划应该要全面性的做一个检讨。我的主张很清楚。就是县市平权、国民平等。唔通合并了后，嘉义市方边缘化，安尼我是100%会反对。虽然提案人数的人数已经超过30位，不过民进党党内有完无无同的意见，在野党也对这则案件有批评。我觉得新竹县市合并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目前看起来是民进党一个先射箭再画靶的一个概念。台湾这么小，要变成9都哎。中国大陆这么大，才4都而已啊！民进党团上紧12月2日，甲提案送去立法院听书委员会，那要会赴2022年县市长选举，爱拼明年年中完成修法。那如果要配合明年度的这个时程的话，那我们也必须让修法的时程来加快哦，因为最后在完成下一届有关于直辖市市长或是这个县市议员的这个选举。最后选区的公告的时间呢，是在明年的6月25日之前。对推动修法到县市合并升级计划，总统府和行政院已经有共识，要安怎修正地方制度法，内政部也参考各界意见，加速研究。记者综合报道。高铁基南站已经选定地点了，交通部委托顾问中中顾问公司做出分析，打算要伫咧基南县政中心的南平来行这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袂因为这个铁路高架化来受到影响，也袂影响到高架化时程，也当兼顾到南洋溪这两边的发展，接下来会进行宽平作业，对明年开始会有详细设计，按算2025年会当开始动工。基南观音会正对面。农地之间有南山的民家厝，
这规片北地都是宜兰高铁延伸方案的第五案中和方案。三座高铁宜兰站设站地点，交通部证实，委外国门公司已经完成分析，认为设站伫遮未拖延到铁路高架化时程，也兼顾南洋溪南北发展优点上济。未来代替基隆新站，也会当替这平行巩固，转载便利。这站在现在县中心以南350公尺，在这个特定区里面，我们会对停车转乘，还有包括公共运输的规划，都会做很完整啊。那包括未来这个台铁的宜兰新站本身一些比较高级的列车也都会停哦。交通部表示，这一个方案是在地共享上大，对离设站相对较远的大客，未来会由高铁站发出公车专车，站址位置观景中心南边350公尺，路线总长会是59.3公里，经费初步估计1880亿。预计今年底综合规划完成了后，开始进行宽频作业。预计3年了后动工。是以折中案当作最优方案哈，那我们希望说，确定以后，接下来就是继续做我们的环评。大家从明年哈，总共有3年的时间，包括环评跟细设，那114年动工，最快在民国125年完工。交通部回应，宜兰高铁综合规划案是为2019年11月就开始进行，最后站址是听地方的民意甲专业判断。规个综合规划程序真完整，已经用2年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昨有一位查埔民众骑着奥托拜经过高雄高山的北斗街，撞过红灯，险险去被轻便铁路列车撞到，而且这个查埔人也得爱吃罚单。不过高雄捷运公司目前是无要放伊出来拍算，认为讲这款的行为会害到正人，决定要甲警方告发公共危险罪。这是头一届态度大家要来处理违规民众，希望会当有台阶较高的效果。列车准备要经过高雄古山区北斗街这个路口，警示灯号已经倒。这名19岁女子还是撞过去。高雄的环境发现桥倒来六人，女子最后因为伫个大众运输的路口撞红灯，红开红灯的罚单3600块。不过高铁公司认为伊的行为是过危险，第一个主动提供警方真完整的资料，告发对方有可能是公共危险罪。那像我们以往的相关的擦撞事件呢，那汽机车可能至少都会有做一个减速的动作。那昨天这位骑士的话，他是完全没有减速，而且加速的一个通行，所以是我们觉得第一次会想要说，是不是呼吁警方这边能够以公共危险罪来加以论处。高铁表示，除了19号这次的事件，因的列车今年已经被弄过11次，大概责任拢是驾驶人身上。女子的行为嘛，已经让因的乘客伫个危险当中，才第一次以公共危险罪方向来建议警方，嘛希望罪名会当成立。对我们比较有安全呐、啊，不会小题大做，因为大家一般的常识都晓得啊，对不对？看到错字来让一下。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人被判拘14天，所以是未曾经刑事的有罪判决，所以这一点不得不慎。律师讲，虽然目前也无通过轻轨路口防判公共危险罪成立的案例，不过民国98年的时阵，有民众通过边高德和高雄地院来判刑。以这次的事件来看，罪名要成立不是无可能。不过高铁公司表示，后续还是会看情节的轻重，袂大家拢以公共危险罪来告发。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各报道。伫咧桃园北地有一个查甫人去住旅馆换房间的时阵，却甲穿藏伫咧自本的房间内，去予旅馆的人员发现，就要报警察来抓人。根据了解，这个查甫人伫咧2004年的时阵，捌驶着拖拉机去弄总统府，也去予法院判刑6年。警方伫旅馆房间门口敲门警戒，等内面的人甲门开开时阵，将入去抓人。你的手伸出来。不得分局讲，接到旅馆的人员报案，讲有一位姓张的房客反映讲，房间的设备故障，旅馆就该换房间。尾后，房务人员伫咧整理完房间的时阵，伫枕头下发现一支枪，判断是房客换房间时阵留来，赶紧报警。四惠派出所接到报案，由所长带八位警察到现场处理。接获本辖某商务旅馆员工通报，有旅客携带枪械
本局员警立即到场，查获张姓男子持有改造手枪一把、弹夹一个及改造子弹七发。这位是顶位达波人，伫咧七年前，因为开山脚车冲撞总统府，以涉嫌未遂罪名被判六年。另外，甲车行也连带赔偿223,460元，是第一件开车冲撞总统府判赔案例。这边涉嫌持有枪支，和警方依照违反警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加刑法的恐吓公众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反内底的公投案了后，民进党内有立委认为，蔡政府就要赶紧处理，敢要开放日本福岛的核灾地区食品进口管制，而且日本自民党伫这礼拜五会甲民进党举行两国之心党的自家之会谈，日本那边的代表也讲会讨论到这个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表示，会甲内地进口同款，依照着国际标准甲科学证据来处理日本的核灾食品。反内地公投案无过关，但林阿东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认为，这代表国人会当接受用科学安全啊个国际标准来进口美国内地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议题嘛是同款，政府应该加紧处理的速度。如果反来猪公投国人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日本食品没有道理不去面对而不接受。公投案件过后之后就应该马上来面对这个问题。日本食品的问题我们一样是用相同的标准，我们要用国际的标准，要用科学的依据，那当然也会照顾国民的健康。那目前日本食品的部分经济部是没有讨论。王美惠表示，经济部会用科学甲国际标准来处理完结，但是今麦还未讨论。不过，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在推特面顶表示，24号甲民进党来开两国执政党的第二届2+2会议，会就这议题来做讨论。代表民进党参加会议的立委罗地晴表示，今麦会谈还未设定议题，但日本提出了后，来处理。这个讨论的项目目前双方还在讨论当中，那因为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半小时，所以也不可能讨论到细节的部分。日本方面积极来推动，顶礼拜嘛特别高，欢迎来拜会国民党立委助理代表谢中廷，最近在台湾嘛去外界认为讲，可能会就这相关议题来向政府啊个国会来提出相关的报告。国民党团嘛表示讲啊，这番来的公道无过关，国民党甲食品安全团体想要把这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的议题来砸落来，恐怕是更加困难。由于大部分民众这个冷漠，那让政府的这个会更加的对于他想推的任何不符合民主程序、不照顾国人食安的这个相关议题，都会强度关山，肆无忌惮。陈玉丁表示，国民党团还是有所动作，不过力量有限，真正要阻挡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恐怕是要靠民众直接向蔡政府，还是讲民进党立委来表达反对声音。记者张志雄、彭耀祖、陈信良台北报道。在这个月初四，航民生物组都完成降税，就立委提案讲，认为这商品酒的关税也是要对20%降到10%。不过有一部分的立委却认为讲，这关税降税只好好到一个厂商，民众去买也无变较俗，根本就无感觉。认为内政部的稳定物价稽查小组就要进行调查这事。民进党立委提案降税，认为讲香槟算是吉的葡萄酒，不过这个红酒、白酒因进口税是扣10%，香槟却都爱扣20%，而且我近的国家来甲比较起来，台湾的关税扣较重，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拢是免关税，降税当来创造香槟好。不如有部分的立委因毋是安尼想，认为讲这个香槟也是降税，对法国较好，而且实际上受到有利的是进口商。那有没有可能考虑含气泡的葡萄酒全部都降成10%呢？那涉及到整体经贸谈判的一个，那个可以跟人家整体经贸跟人家谈判的空间。如果降关税能够让物价稍微平定一下，我们乐见其成。都是给那个厂商赚走了，变成土地厂商啊。部分我们会来那个。另外，在近期内，内政部释出全面限制贩仔厝换约，拢总有五大打房的措施。不如个立委认为讲，这是短暂来压制有效。假使讲这油资若是无法度来消透，即落中国恶的房价颠倒会搁起一树啊。认为讲台湾的主体即卖已经来争做金融理财的商品，有人买厝是为着要来对抗通膨，也若真正讲有需要的人，煞买袂起。买卖房屋已经把它当作
金融商品在投资在炒作，求这个公股行库啊，那么希望他们在这个做土建融的贷款的时候，避免呢这个资金贷出去以后被不当的挪用到这个房地产上面去做炒作。另外，房地合一二点控七月上路到单，不动产短期的买卖件数七月到十月无六点都有较升，批评讲这是咧压制炒房的效果无好。苏建荣表示讲，因为有纳入去贩啊处短期交易者的比例，是毋是有效果，这都还阁爱刷咧看。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新闻。超级风台雷伊在菲律宾造成严重灾情，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有来到208人。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实在的时阵强调，会提供21个庇所来协助救灾。也来讲到马来西亚的部分是当日落大雨，因为雪兰莪州这个所在一天就落一个月雨水量，这大水造成淹水，必须有21000人就要来撤离。救援人员把邱凌准救到，把这个受困的民众救出来。马来西亚的中部地区，顶礼拜五开始下大雨来地灾，包含霹雳州和雪兰莪州，拢总有8个州受到大雨来损灯。这地区淹水淹到有流外悬，大雨来到乡界界，把真侪都会区淹到真厉害，交通拢中断去，有几落清代车伫个路顶悬来，成做浸水车。Kali pertama lah, tak pernah rasa lagi lah banjir sampai macam ni kan. Selalu biasa, banjir biasa-biasa je lah. Tapi kali ni sampai macam ni lah, teruk. Teruk sangat sampai semua habis semua kan, kereta semua habis tenggelam. Some of the houses they already come out, but there are still people refuse to come out. They want to stay at their second floor. But I really hope that for safety purpose, please come out lah.马来西亚的首相讲，包含首都吉隆坡的这个雪兰莪州，在一天内就累积雨量达到一个月的雨量，有15000人疏开到救援中心，全国扩到有超过21000人都要来离开家园。东南亚的第二大港巴生港的港务局表示讲，暴雨引起大水灾，严重来损断到这个港口的运作，未来几天的这个货物运送含这个船只来靠岸，拢有可能会去受到淹过。同款受到天灾损断到真严重的，还有超级风台雷伊来损断菲律宾中部甲南部省份，这个灾情真严重。有真侪地方的通信断去，无法度完全来评估灾情。菲律宾国家警察表示讲，雷伊风台已经造成208人死亡。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来视察灾区的时阵强调讲，会来提供20亿的菲律宾钱，差不多是台票11亿来协助救灾。Kawan saya kata bangsa na pero video begitu na kai ang kwarta na hurot sa tubig。菲律宾是全球上界接起受到气候影响的国家，当年平均有20个风台会来遮，往往遮的厝甲基础设施拢会受到损断，安尼嘛有当地都较散车这个地区，会使讲是愈来愈惨。公司新闻郑怡人编译。讲到以色列防疫是做甲真认真，不过因 Omicron 的病例已经有134例了。因的总理19伫电视演说，要求民众爱赶紧去做疫苗。也来讲到荷兰确定伫咧封锁当中来过圣诞节，对于19开始因街路拢是冷冷清清。另外有真侪国家的民众是反对做疫苗的，伫拜六礼拜有民众上街头示威，也发生冲突。这是塞加尔正在做辉瑞 BNT 第两剂量的疫苗。以色列和国家11个囡仔做疫苗已经要到一个月，防疫正积极，甚至正考虑要做第四剂。因过 Omicron 入侵，总理班奈特讲，怎么正在帝国破疫情，各地民众赶紧做防疫，采取防疫措施。המספרים עדיין לא גבוהים, אבל זה וריאנט מדבק ביותר, ובקצב הכפלה של כל יומיים שלושה, כמו שאנחנו רואים בכל העולם.ניתן לומר שהגל החמישי החל. 以色列940万人口，有410万人已经做过三剂预防针。顶个月二四，为着要应应 Omicron 封锁国境，不过班纳特这边电视演讲并无讲到卫生部咨询委员会所建议的，甲美国列入禁止以色列人接触的红色名单。另外，班纳特颁布旅游禁令，不过也限制伊拉沙出国度假，受到严厉批评。十八日，内亚南纳有民众抗议反对做疫苗，警方判罪关人。另外，拜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加西大雅典，要抗议行动强调人权的自由。La liberté bafouée, c'est exactement pourquoi on est là. Donc c'était pour retrouver cette liberté perdue.
déjà depuis plus de deux ans。荷兰确定今年圣诞假期全国爱封锁，在了 Omicron 危机一个确诊数增加情形下，十九开始实施全国大封锁，路下拢无人，也拢无过节的气氛。民众虽然不满，但也无法度，非必要用品的商店、文化娱乐场所，拢关到明年一月十四。若要去别人兜，普通是限制两个人，圣诞节加新年是限制四个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接下来看国内在地消息，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在明年一月初时准备进行投票。民进党候选人林正基的团队今仔日去到台中地检署市联控告，因即被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仁送和平奖的洗衫精超过30元，是违反选罢法的。颜宽仁表示讲，这成本只有16元而已，且对方唔通来惹代志。民进党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林静怡竞选团队20号早起来到台中地检署按人申告，手下阁摕到一罐外包装打着国民党候选人甘宽雄图案的洗衫精。执行总干事李宇珍表示，因接到民众的检举，甘宽雄透过林长发送洗衫精竞选小物，但是发现市价已经超过30元，涉嫌违反选罢法。说，他从林长那边收到了一罐这个洗衣精哦。那他自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洗衣机的市价其实有高达46元。那他的质疑就是说，请问一下，这个没有牵涉到贿选吗？这个不算贿选吗？那希望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做厘清，或者是说来端正这样子的旋风。国民党候选人颜宽雄回应：洗衫精清洁剂成本只有17元，目前只有少量发送。感谢林静怡定赢的宣传，让竞选小物询问度大大增加，未付予人，也呼吁对手卖过来泼垃圾水。这个清洁剂的成本才16、17元哈，这个都可以查的哈，就请不要在这边又继续泼脏水哦，请有一点智慧。那我想哈，这个选举，我也呼吁了哈，我们这些侧翼哈，那也不要只想在这边蹭流量，然后在这边这个抢镜头。是坐到同一款洗衫精生产公司的官方查询，这个产品以箱为单位来卖，平均一罐价销是40.4元。甘宽雄呼吁对手卖过来赚流量，赶紧回到选举的主轴。林静怡定也是强调，一切交予检调来侦办，欢迎对手提出买商品的金额证明。记者台中报道。讲到这回四大公投案的结果，全部拢是无同意。反对内地进口提案人，也就是中国国民党立委林维洲，伊表示，国民党提案两个公投，却化四个同意，认为是策略的错误。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公投的重点不是投票，是解决问题。郭文德也针对着民进党要推动县市合并计划，批评民进党永远拢伫咧受选举。四大公投被否决。身为反内都进口提案人的国民党立委林贵州，在公投即天的结果出来了，宣布正式国民党副秘书长。伊也讲，国民党家己送两项公投，刷化四个拢同意，犯严重的策略错误。最后演变成这拿着基本盘对决李大叔。曾四个都同意，全面对抗民进党的四个不同意，其实这个就犯了最大的策略上面的错误，后来才会造成侯友宜、林之妙等县市长跟中央党部之间的矛盾。这个公投的结果就是人民相信政府，所以我们也相信政府一定在供电的部分会让我们更稳定。新疆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铁讲，公投的重点不是投票，重点是解决问题。伊批评蔡政府未发展高耗电的产业。但如果这项提掉，那项也提掉，最后真正爱用爱来发电，对民进党公投了推动县市合并升级计划，郭文铁批评民进党永远拢在咧想选举。六度已经不对了，不要在不对上面再继续凑下去，不要为了选举去搞特殊的情形了。那个不可以整个党整天在想选举，他妈不要为了选举要输赢，整个国家都不顾了。郭文铁提醒讲。国土的规划牵涉到行政区域的划分，无论是水利、工程、交通，或者是都市计划，都需要政治作业，爱正严肃。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和花式电脑成立联合研发中心，按算要投入上亿的研发经费，把重点放伫咧先进电子智慧物联网，也佮人工智慧一挂领域，希望学校佮产业会当有交流，推动台湾伫国际科学研究的发展。一起接牌。
恩贵伯伯、台台校长关中斌加华社董事长徐宗等等代表，共同为华社台台联合研发中心揭牌，未来将会投入上亿的研发经费进行双合的合作。积极在推动这个人工智慧，然后AIoT 等创新的业务，既有的产品线呢，还有这个业务的版图的扩张啊，必须要投入培育新时代的高阶人才。好，学校做学校的，产业做产业的，希望这个界限可以逐渐打破。这个理想和方向也是我们近年来在校内推动未来大学中的一个很重要。那借由这样的实践，我们也希望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研发中心优先布局伫咧终端加边缘装置技术、网络多媒体，一个资料科学加智慧医疗等领域。比如讲显示器信号处理、散热等即款技术，一个 AI 智慧制造等产品，将会分化工业、医学加电子行业等单位的研发量能。能够修到一些电机资讯，甚至于是工程医学的相关的专业知识，某一种基础的知识之后，如果他有兴趣，我们都很欢迎他加入这个实习生的计划。不只开放说这个大学部，还为硕士班、博士班，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全世界企业的数位转型脚步，因为疫情变得更加快速。这边的双向合作，唔那是由企业的资金到三公，也个得到科技部的计划补助。目标是要让产业甲学界有更加侪串联，进一步培养更加侪新世代高阶研发人才，和台湾的科研继续伫咧国际之间徛在脚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三期的溪镇坪溪有天然的美景，民众拢爱去到遐行搭。不过，也有环保团体今仔日向立委陈情，讲溪委会补助当地步道改善工程，迄、那个施工业者竟然用土甲溪流吞500公尺长，是严重破坏生态，要求着爱取消工程，也爱恢复本地面貌。立即取消不当工程。要求国外需要停工，唔通过来算长生态环境。有真侪环保团体二十来个立委陈情，强调讲苗栗三义的这个溪顶坪溪有真罕哩见会到天然溪谷的地景，那么真做民众真爱去的所在。不过溪委会因专业补助地方政府来做这款步道的改善工程，煞用土角刷入这个规条溪来个道，500公尺长的河道生态，就安尼去予人破坏去。这件不当的工程。几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千百年来形成的溪谷深潭就这样的破坏掉了。我不知道这个案子从提报审议阶段到工程到这施工阶段，到底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案子？应该是一般的工程，为什么会惹得现在大家那么重视？所以我要讲的是，虽然这只是一段短短500公尺的环境的破坏、不当的工程，但它其实是我们现在很多公共工程的一个缩影。环团要求溪委会爱甲监督的工课甲做好势，要求这个施工单位爱随时来甲停止破坏。马五马公会当洗刷，今年来恢复原本的生态环境。后续我们会要求，除了苗栗县政府、三义乡政府之外，我们还会要求他们要纳入野溪治理、生态保育的专家。一起共同讨论后续的改善对策。这改善对策里面，如果是我们会里面不同意的，有违反现在我们会里面长久来推动的首座生态工法等等的要求的话，我们会里面在这些工程项目是不会再补助。江丁辉表示讲，会伫收到溪委会报告了后来做检讨。立委嘛要求这个相关单位要全面来查核所有的这个工程因施工的情况，要甲生态检核的原则甲做较严谨嘞。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九如甲里港有五个社区连续四年拢举办亲子抗疫活动，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抗疫抓河流，也阁特别规划市集，要来推广在地农产品，活动是热烈滚滚。大人带囡仔做伙踏土脚，准备抗土药。这是屏东九如甲里港乡的五个社区做伙举办的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四档了。今年社区以亲子体验农村做主题，会当抗土药、抓河流、搞产业市集，会当说。
这主疫情到进打拢无出来哦，即马这空地啊，做好势啊，佮带囡仔出来，才介好耍嘞。啊，这空投有囡仔时代耍过，即马佮来耍介趣味啊。是想说带着孩子，然后玩玩土、玩玩沙、抓抓泥鳅之类的这样子。希望就是地方政府多多举办类似像这样的亲子活动。馆长潘明安表示，最近这几冬，馆府是真拼势在推动农村再生计划，希望即摆会当透过体验活动结合市集。推广社区的特色农产，总共五个社区连续三年呢办理全亲子的共投游，包括社区产业的竞赛，从整个产品的规划设计到研发，都变成是一个社区非常重要的产业，也是让产业年轻人愿意回来深耕社区，这就是一个农村再生很重要的意涵。空投游的活动介新鲜，唔那大人真少年，囡仔也拢感觉真趣味。民众也希望未来较常举办这款亲子活动，社区也五望农村体验会当真多地方特有的产业节庆，社区侪游客到地观光，甲在地产业推广出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一只有举办在地旅行，带游客参观百年老厝永福堂，也透过一种日本时代古早流行的五路或者卡米斯巴来了解到一段历史，和游客拢有真深的印象。南投集集的单架古厝永福堂，永过也号做草泥卡，是文化局登录的历史建筑，到今已经有180年的历史。规间拢是木材起的，经过九级大地动，物要真在，是规个镇内上古的建筑。集集这边目前永福堂是最老的房子，那从清朝的时候，慢慢开放的时候，我们祖先就来到这边了，所以在这边开发了大概有两代的人，大概40-50年的时间以后，才有钱，然后才盖了这个永福堂。为了推广在地，集集有相关团体办旅行活动，也安排到永福堂参访，特别透过纸质机来呈现集集的历史过程。我们这个游程要告诉你什么？我们要跟你们讲，林爽文有来集集。纸质机是日本古早流行的一种娱乐表演，透过纸人啊演戏，一张一张跳换场景，这款导览方式会使讲是真有创意。我们集集镇还有非常多的就是具有历史文化的一些景点哦。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还有带到其他的，像是故乡林尾，还有就很特别的是纸之居的一个游程。那希望大家借由这样子的游程，去感受到我们集集的在地文化。集集的观光团体透过旅行活动，带游客认识古建筑和在地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利用创意的导览方式，让游客有更深的印象。希望经过这次旅行，让更多人了解集集，也有推广观光、营销在地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音乐是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彰化县政府为着要推广台语，举办台语音乐节，享受音乐，做回来认识着台语文化，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听。轻快歌声，搭配好记的歌词，将在大块民众啊底唱。有名的民谣歌手陈明章，伫咧台顶一条算一条唱，大家听甲忙忙忙。这是彰化县政府办的台语音乐节，一个铜锣大师吴宗林用铜锣演奏歌曲，用各种不同款的音乐，包括铜锣的音乐，包括这个传统的音乐，甲其他现代音乐各种方式来唱台湾歌。我感觉讲台湾这歌是足水。咱希望大家会当伫足习惯，伫这个环境的下卡，会当足自然讲咱家己的母语。主办单位讲，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为着要推广台语，所以办音乐节。教育部长潘文忠也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实施了，目前全国有13000多位本土语言师资，111学年度会进入各国中教本土语言的课程，学校教育配合社会活动，在生活中传承母语。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广云林口湖在地旅行，观光局分管处伫五北社区有伫咧办桌，甲地方特色嘅各料理烹上桌，互民众来享用。在地农民透过摆摊，希望透过讲这办桌热闹嘅方式，要来推塞地方嘅观光。我们也麻烦中统生帮咱们上菜。绕着的舞台车闪闪烁烁，大咖盛大办桌，充满人情味。唔呐，在地居民佮游客甲你行下。观光局分管处这回特别选址靠湖五北社区的铁花汤巷仔口，以万机构机门口埕举办地景艺术美食盛宴，让透过接待的方式来推广地方的观光。
在这个铁花窗社区哈，这个小雨燕的艺术的创作哈，那我们就把这个结合起来，来办理了这个地景艺术美食飨宴的活动。厨师的这个专业的料理的方式哈，能够用这个很在原汁原味的把这个在地的美食然后呈现出来。文管处表示，规站的活动是结合一两日的旅游安排，让民众直接走入去社区，实际体验农村文化，日时四界游览看风景。尾阿妈就来这享用用在地特产所做的好料理，要甲分家南滨海上特色的社区推销给众人知影。不只是我们云嘉南风景管理处，还有我们的这个云林县政府，还有地方的乡镇公所，以及我们村里长以及社区大家共同结合起来，能够把好的东西跟我们所有的全台湾所有乡亲来介绍，能够来这里来这里参加小旅行，然后甚至也能够享受我们的美食，包含了文创，还有包含了来自麦寮，还有口湖，还有四湖，然后还有就是嘉义台南，所以我们这次希望说在我们这个淳朴的农村乡镇里面，我们可以透过过去的那种活动办理的文化，把流水席，把这个舞台车的一个呈现方式重现，我们让北部来的这些游客可以去感受到在农村办理活动的这种气息。活动阁安排分家南农民商店直接把这些农产品料理就到，交界的糖水煮饭买回去，比卖场的起价更加有诚意。其他疫情后的观光有创新的服务方式，吸引愈侪人来分家南的传统社区行搭，来一撮上在地的小旅行。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拜拜拢会插花，不过这花啊，干来会当藏无几工就爱偏掉。伫台中就清洁队员感觉讲安尼做是真拍算，所以就把花收集起来洗好清气，天然花露水来做面膜，有人讲是天然个好用。古来的人坐甲舒适舒适，亲像伫咧美容院共款。不过，这是台中清水的清洁队，伊用的面膜嘛是因家己做的。用起来感觉会蛮舒服的，对，比较不会那么干燥。保湿，然后就是淡淡的香味，不会说外面放的那个都是香料。做面膜的材料是清洁队收回来的花。队员发现讲，槟榔到初一十五也是拜拜大日。拜拜了后，就会有真侪花红蛋头角，所以因决定把这还阁真青的花收集起来，把因洗清气了后，用过滤过的水来行，利用水汽拄着冰袋，结做水珠的原理，把花精华拢捡做花，无掺任何化学物，提炼出上自然的花露水来做面膜。而且清洁队阁有种一片真水的花园，用已经提炼过露水的花油油啊来做花园的肥料。一点么物件都拢无偷济。利用我们的这个回收的这个木板料啊，跟我们的这些废木屑啊，共同来作为培养花卉的这些素材。我们制作完成的这些花露水的以后的这些残渣，又可以回归作为堆肥使用，可以说是垃圾零废弃的最好的一个表征。原本只是唔甘花水无挂久，就去红蛋雕。而且因为清洁队开大日头，嘛爱伫室外服务，所以皮肤常常会晒着伤，才会有做花露水来顾皮肤的想法。即阵成果袂歹，清洁队嘛按算讲未来要去社区教民众安怎做，唔但会当减少垃圾量，嘛加一项天然的保养品。记者全报道。六星花也就是有人叫做是山桥，内面有丰富的花青素。台东农改场经过九年的品种改良，今年完成新品种的六星花台东六号。这花青素是比一般六星花是高七倍多，花名最乌金，也因为伊的色水不是红色的，是乌豆红的。今年一收的台东六星花真受消费者欢迎，有不少保健食品业者看到六星花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已经将伊作为保健食品的原料。台东农改局为了提悬六星花中的花青素，经过九年育种研究，这个月正式发表新品种六星，号名乌金，因为伊的外观较乌，佮比传统品种有佮较侪优势。第一个，它的产量是台东三号的四倍；那第二个，它的花青素含量是台东三号的7.7倍，那再来呢？它新品种台东六号，它的
果序上的果萼成熟更为一致。大水澳江果实泡出来的汤比传统品种的色泽更加乌黄。台东农家长甲目前的文献比对，新品种陆星花会花青素关注其他作物，会当讲是花青素之王。第二世代有195的保健食品市场，新品种陆星会当成做国产养生保健产品原料的新选择。生技业如果有兴趣的话，他可以来到台东，然后跟我们的农友 来做契作，也保障我们这一个台东农友的收入。台东农家长表示，目前已经有不少品种伫咧门买种，不过台东六号陆星花乌种也咧申请品种权，每年通过审查才会当寄转给民间。记者综合报道。在咧立陶宛的首都内面，有一个去红波承认的国家，或者是对岸共和国。这是一名艺术家在咧1998年的乌镇节在咧讲生肖，因宣布讲东江要来建国，有家己的国旗、货币、甲总统，甚至有宪法。白牙顶的李甲鲁克讲，笑容就是你的护照。在这个科兴内上关的限速20公里，希望你速度放下慢咧，看一下风景。这是一个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内面一个叫做乌立皮斯共和国，意思是河的另外一边，所以又搁被叫做对话共和国。看到有人坐伫咧桥卡海看秋林美路，这是对话共和国电影看到。这个共和国无到1平方公里，真正讲起来，国家像一座艺术村，内面有各种装置艺术，感受立陶宛人的浪漫灵魂。这个无存在的国家是伫1998年有人节即天成立，由一名艺术家创业人士宣布独立建国，家己选总统、部会首长，也个专属的国旗、货币，也个宪法。Herkes sevilmem hakkına sahiptir ancak bu şart değildir。伫宪法的条文内面，有一寡内容是真含糊，有人看了就想要笑。就像第9条讲，每一个人拢有无代志做的权利；，也人第17条讲，每一个人拢有无快乐的权利。听起来敢那是死，又个又不得贴理，也反映真侪10几种语言，真侪人看了拢讲赞。记者综合报道。荷兰叫做麦克冰川的南极斯韦茨冰川，因为有这个温度较悬的海流流经过，地势冰川是扬真紧，头前的冰盖可能伫3年到5年内就会崩落来。那阵冰川规个拢崩落来，可能会造成全世界海平面变悬，有真侪较细岛屿可能会去予海水淹淹去。有超过50万会员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地球物理联盟指出，南极的斯韦茨冰川头前下骹已经规拢空气，还因为暖流对一个正大通道灌入去。若是斯韦茨冰川照这卖速度继续扬，头前冰盖啊上紧3到5年就会崩去。海洋加大气循环系统会受到严重的破坏。The ocean is very warm. It's about 1.5 degrees above the in-situ freezing point. So plenty of heat available to melt the ice. And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there is a lot of basal melting down there. The ice is being eroded away. 斯韦茨冰川是南极上大、山顶动的速度上紧的冰川之一。在南极洲的西边，冰川的高度4000公尺，面积超过18万平方公里。甲英国一个美国的佛州差不多大，会予人叫做麦克冰川，是因为自1970年代开始，斯韦茨冰川就正明显一直退缩。1990年代每年融冰100亿吨，即马已经到800亿吨。若是冰川的本体崩起，会予全世界海平面上升65公分，也会放出南极洲西部其他主要的冰体。即个冰体加起来，会予海平面上升2公尺到3公尺。对沿海的城市跟地势较低海岛拢真危险。There's very little that we can do as humans to stop that process. All we can do is cut our carbon emission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reverse some of the changes we've seen due to climate change. 斯韦茨冰川当然袂随规个拢融去，也毋过利用化大排放一直增加，会予更加侪力量进入大气加海洋，也代表地球的生态系统的能量增加。必然也会造成全世界循环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在北极，这么南极也愈来愈明显。公司新闻金婉晴编译。下半波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是对19度到23度。
苗栗到云林是对19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0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